惨，太惨了！八尺男儿在线被家暴，这你忍得了？一个是电风扇的常客，一个是下水道别友，这场决斗早已没悬念了。哟，吕布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想和好了？可是太迟了。哥们送你一句话：遇到困难不要怕，只要你不怕，灾难就永远会慢你一步。哈。灾难就永远会慢你一步，哈。